以后结合到他的手机，用书法结合手机。儿子们都会觉得很烦，可是他们要教我们的话，我们又没有那个时间，又没有那个薪水，所以就自己学。就像现在已经是。讲得非常的精彩，今天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莅临典韦公路花园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几个行程。对啊，你就告诉他哪里可以拍，你就拍。上两年。我那小孩子啊，吃米啊，吃米啊，肥饱。进来。太好了。梅花树吧。太当然是的，这是大姐姐知道哎。那不是梅花树的。那它的花很漂亮。它大的时候大概这么大啊，因为那个花本来就很漂亮啊，因为我们都是晚上的班嘛，而且很少见，我们要看到它没有很好的一个景色，所以我们就是每一班都有安排不一样的地方，像天莲花也看到很多，对，莲花惹草了很多地方哈。那我们有安排五个景点，那有些景点有的是盆栽的，还有的是玫瑰花的，还有就是当季的很盛行的一些那个花草，它的生活很精彩啊，做影片出来才会更漂亮。是的，对呀，好。转成那个秋天那种金黄色哈，对啊，又更漂亮。